林志玲婚礼连换四套礼服，每一套都凸显好身材，美得像仙女一般。11月17日，林志玲和 Kira 在台南举行婚礼。下午，林志玲在微博晒出与老公的结婚照，并发文称1117，一起幸福。照片中，林志玲身穿白色婚纱，幸福地倚靠在老公肩头，看起来十分甜蜜。林志玲与日本老公黑泽良平在台南举办婚礼，婚礼仪式特别选择在吴氏大宗祠举行，特地为了已患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吴子美选在了此地举行婚礼，为的是让妈妈找回记忆，重温幸福。婚礼仪式选择这里一片用心，孝顺又有意义。而别看林志玲这一场婚礼规模不算太大，但场面颇为盛大，且气派十足。林志玲当天一共换了四套礼服，既有贵气端庄的，也有性感撩人的，有精致典雅的，也有仙气飘逸的，每一套都美到不行，令众人大饱眼福。而这些造型都大有来头，造价都不菲。林志玲晚宴的第三套礼服也是选择台湾本土品牌夏姿晨 Xia Zai Chen 为林志玲量身定制中式粉色蕾丝礼服送客礼服，立领露背设计尽显完美身段。